五个死癌症的人当中，几乎就有一个是肺癌。这样的病人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：为什么是我？对，又生活习惯有良好，为什么是我？他就是一直吃，那一直吃之后，莫名其妙，他先生说不是遗书都写好了吗？只要你撑得够久，就等得到新的药。然后就要把吸一口气以后呢，然后慢慢吐气，然后把音发出来，所以也是等于是。 拉上训练，周休二日，跟陈月清一起动手做健康。